你们是在做一个痛点整改，但是忽略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新建体验是什么？新建体验。对，我非常认同，因为我们做了一半都不到，因为我发现我只把它这些点连成一条线，但其实我没有把它当做一个面来考虑，所以我现在突然刚刚就恍然大悟，我知道他这次对他没有向外归因，哎，他觉得我们确实做得不好。年轻人还是需要鼓励的，鼓励。说出这个点的转变太大了。什么叫无形的服务？我给你们点个点就懂了，风中体验就给你们讲风中体验。风中体验是什么？当时我们的 case 是讲的是宜家。哎呦，戳戳当老师了。当你走进它设计的每一个小空间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好温馨，这是我想要拥有的家。戳戳戳到重点了，这个没有 pick 错，对，没有 pick 错。